阿母，你是不是还佫在艰苦昨昏阿爸对咱起脚动手的代志？后摆咱咧做工课的时阵吼，你千万唔通提起恁阿爸，若是去予钱老爷听到，安尼就唔好啊。阿母，你为虾米安尼讲啊？你莫佫甲少爷来往啊，好不？阿母，为虾米啊？昨昏我听到老爷甲少爷为着恁两个咧冤家。老爷气嫌你的出身，伊阁烦恼讲你有一个爱跋筊的老爸，后摆一定让少爷了足侪麻烦的，所以伊绝对无可能答应你甲少爷的婚事。阿母希望你咧愈聊愈深进前，会当放弃这段感情。你甲家聪这世人是永远无可能有未来的。你讲的我拢了解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以后离家聪较远的，我嘛无想要为家聪遮遐尼的麻烦。你来安尼想，我就放心吗？阿母，啊，你哪走个遐尼厉害啊？阿母不要紧啊，咱吼还阁足侪工课爱做的，咱紧来做做的吼。你哪里考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阿爸，伊甲我讲，阿母赚的钱拢摕去开啊。我阿母即马连看病的钱拢无啊。这钱哦，你摕去啊。啊，虽然无济哦，应该有够恁阿母买药啊吃。我袂当收你的钱啊。是安怎啦？啊，你毋是无钱买药啊？你阿母的病是要安怎啦？你甲家聪这么好，我相信家聪也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袂你斗相共。我，不娘你，金主，这世间上，不是干那家聪会使甲你斗相共，我嘛是真心要甲你斗相共的咧。我，不娘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遐尼好啊？因为咱是好朋友啊，啊朋友有困难互相斗相共嘛是应该，敢毋是？我真多谢你的好意，我嘛真欢喜会当甲你、家聪，啊佮有世华做好朋友。啊，不过这钱我真正袂当收啊。金珠，我先来等。金珠，你敢知影？卡孙也是会动的，我嘛想要像家聪同款，光明正大的嫁伊。我阿爸要带去香港讲生理，明仔就要出发啦，而且一个月才会当回来。一个月？这么久哦？是啊，我这段日子哦，我都看到金珠，我真正袂放心呢。而且我总是感觉最近有啥物烦恼无甲咱讲，一人伫遐摇头夹面的。敢有？原来拢无感觉。其实金主甲我讲啦，啊，伊阿母身体无好，佫无钱头买药啊，我咧想应该是烦恼济啦。安怎？啊，伊无甲你讲？金主，听讲你阿母最近身体无啥好，你是毋是需要一杯药啊？我会用哦。唔免，我阿母伊已经食药啊，伫厝休困啊，你袂当提钱给我啦。你看你啦，起火起到手拢乌飕飕，我来替你穿。其实我想要甲你讲的是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要甲我讲。我真正足唔甘，你家己一个人伫遐烦恼，一直摇头夹面的。你看，你这样细的面，若是一直摇头夹面，是会洗了阮哦。
不了。金珠，这世间上不是只有家长会使跟你斗相共，我嘛是真心要跟你斗相共的。我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遐尼好啊？是安怎？你面对家长，就会当笑到这么欢喜？面对我，却这么封闭？对啦，明仔阿爸要带去香港讲生理，一个月后才会回来。想到要跟你分开，我真足无想要去的。这要哪会用的啦？老爷带你去讲生理，就是爱你加学习，你应该搁较打拼才对。啊，不过，莫袂记你爱照顾身体啦。我知啦。啊，不过，啊，这么长的时间无法度看到你，我一定会照顾你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咱这边香港回来，我就要阿爸讲，我要正式向你提亲。啊，不过老爷已经反对咱两个做伙，甚至伊去嫌我的出身，啊，佮有一个爱跋筊的阿爸，一定袂答应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想办法做好阿爸，而且咱若是申请。我嘛当着你阿爸阿母家里厝的大，照顾你的生活。我想，若是你阿爸袂阁烦恼食穿，应该就袂阁去跋筊。啊，不过，哎，只要咱真心相爱，就无任何人、任何代志会当拆散咱的。阿昌，好啊啦，我明仔就要去香港啊，你就好好陪我。阮阿爸无伫厝，恁阁卡那话嘛无路用。我咧讲哦。你叫恁老爸欠我的钱紧还还的哦，若无我绝对放火烧恁家哦！到时阵恐惊连性命你都保袂住。欠恁钱的是伊，恁应该去找伊讨，免你再威胁我。亚兰，是。哎，你们走走，给我放开。这个命应该是酒楼的，当卖就卖少钱啊。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恁老爸钱若阁无法度还，我著甲你抓来卖掉，替你多少？你给我淡薄时间，我一定替我阿爸行销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好不好？三公，你若阁无还钱，你就莫怪我，抓来走。三公，我是要安怎行销？阿母身体遐尼歹，一定爱替伊买药啊！